OK， 大家好，我是 Carol 的 Pan。那么 ，OK， 上一次我们又来到这里了。所以，哇 ，What the fuck？ 那、no, 我不要了。现在我们是要去做最神圣的工作，最神圣的工作了。要做什么呢？看看我们的技能，我们的队员呢有肖恩，这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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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lah， 肖恩、提尔、费雷亚、茉莉。奈宝尼以及我们的奥丁，那么呢，我们的装备等等，我还没有看，还没有看。奈宝尼的装备是什么？奈宝尼家中代代相传的降魔剑，奈宝尼专用武器。哎，可以换武器吗？等等，那个什么来的？哦，装备后能提高单一角色的命中率。有什么？我们有哪一个角色？我们呢有哪一个角色是一直打不中的吗？我没有注意到啊。OK， 我们就提升奈宝尼好了。那么如果回避率的话，我们就提升。如果要提升回避率的话，就提升我们最生命值最低的啦。我们生命值最低有谁 ？OK， 提升我们的茉莉。回避率的话，提升我们的茉莉。OK， 茉莉就有回避的动张，然后盔甲没有，头盔没有，护盾。喂 ，fuck you！ OK， 我明白了，我之前一直不明白，现在终于明白了，奥丁了。奥丁的永恒之枪，奥丁手持之永恒之枪能为奥丁带来力量，拿不下来。OK， 所以暂时也是这样。那么呢，我们现在应该算是万事俱备了，我们的命全部都满了。妈，我在这个地方打，不管打谁都赢啊！我的天啊，要输都难了，真的是。所以我觉得我很有信心可以打赢奥丁啊。好的，那么各位要做最神圣的工作了。真的是以我之间跟人就是翻新要怎么用，觉得应该是有用的，可是不懂要怎么用。要怎么用啊，我的以我之间。技能状态，以我之间队伍更替。哎 ，what the fuck？ 哎，呜，变茉莉了哦，可以换了。原来，妈的，你早不讲可以换，你早不跟我讲可以换。我最喜欢的就是费雷亚，费雷亚最可爱，费雷亚最可爱。OK， 那么没有啦。如果要说的话，我觉得茉莉要放前面，小恩也要放前面，然后后面是北欧众神，没有奈宝尼。OK， 那么奥丁放最后是没有错的。OK， 这样应该才好。OK， 哎呀，小恩放前面 ，OK， 这样的话就不错了。那么最后状态，小恩的剑。OK， 这些不需要懂。等等，装备的也要怎么装备？不是有一个？哦，可以把一我直接装上去，相当稀有的剑。肖恩的剑，哦。哦，我懂了。那么如果放上去这个依我之剑的话，攻击力跟幸运会提升，可是敏捷性降低了。不能，我看我们肖恩放人就是放剑，可是攻击力会降低。等等，攻击力会降低的话好像有点不好。奈宝尼的剑不能换，没关系，换茉莉。为什么茉莉不能换啊？等一下，茉莉只能用茉莉的魔法杖罢了，所以这样的话，肖恩决定是你了，肖恩，就只有你可以用人就是犯贱。
好了，肖恩，轮就是犯贱交给你了。人就是犯贱，原来这么强啊！他的攻击力虽然人就是犯贱，他的攻击力会降低一点点，可是他的防御力、魔法力、魔法防御这些都提升很多。OK， 人就是犯贱，交给你了。好了，最后了，真的要进去了，真的是要进去了，各位。蹲蹲蹲蹲。哦，哇！哦，嘎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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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嘎！虽死敌在，毒龙你得获格。毒龙的封印，毒龙的封印已经解开了，还好及时赶上了。高丁，现在怎么办？先薄弱他的力量，最后再进行封印。最后一战了。最后一战了，上吧各位！毒龙出现了 ，What the fuck！ 最后一战了，大家努力，薄弱、削弱毒龙的力量。哎呀，这种东西，我跟你讲啦，我打奥丁打得这样轻松，我都有点怕，我都有点怕我这个毒龙打两三秒就死掉去啊！所以。哎呦，毒龙是火属性的是吗？哎，没有，毒龙是木属性的。躲开了攻击，妈的，有没有弄一点哦？毒龙的攻击被我们躲开了，顶！所以毒龙是木属性的话，对肖恩跟提尔都来说是非常好，可是对茉莉就有点，对茉莉的话就有点不好。OK， 我觉得我们毒龙会跟我们的奥丁一模一样的下场，就是。不到几分钟就死掉去了。我干你哦！可以不要给我这样好笑吗？哎呀，痛痛痛！199伤害，好痛啊！199伤害。我看我一直用攻击的话就死掉了。还有，其实这个神魔之塔的 RPG 它是有设计一个。给我们潜能解放，就是拿到那个，比如说绿鹰的木斧石跟号角一起使用的话，就可以解放我们的费雷亚。可是我没有解放，因为有问题，我没有解放到，结果没有解放还是这么强。哎呦，我真的是没有话讲啊！躲开了攻击。天哪，我觉得我们一直用攻击的话就死掉了，怎么办各位？我真的好心痛啊，我的毒龙，我一打败毒龙的话就代表这个游戏结束了，我有点心痛，怎么办？千万不能用技能，用技能的话就死掉了，必杀技也没有。好了，我们全部来防御了，全体防御。守住攻击，地震！哎呦，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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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喂，喂，喂！哇，奥丁的实力发挥了吗？奥丁实力发挥出来了，惨了哦！哎，不是奥丁，毒龙，我是说毒龙，毒龙的实力发挥了吗 ？OK， 头晕治好了。妈的，太怒了，太怒了，太怒了！我看我直接给你死算了。技能，如果把它换成，好了，接线突破。我觉得你会死得很惨，奥丁，还没有，毒龙，我觉得你真的会死得很惨，你真的会死到很惨，我觉得，可怜咯，我的妈呀，1900，好可怜啊，我的天啊，你，攻击力全体三倍了，你知道吗？攻击力全体三倍，你看到吗？
全部攻击力全体三倍了。再见了奥迪，哎不了，再见了毒龙，我一直讲错话，再见了毒龙。你确定吗？确定要这样吗？好了，那么各位，我们下一个系列再见了。神魔之塔 RPG 带给我好多快乐，可是为什么他的王竟然这么容易打，竟然我怎么这么轻松的就打败他的王了，哎呦好可怜啊，我真的不懂要说什么了。哎，攻击了攻击了，拜拜了。哦哦哦、我的天啊，2000伤害，哎呦死了啊 ，sorry 耶，抱歉抱歉，不小心的，妈的丢，我不小心的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你怎么死得这样惨，死得太惨了，妈的，龙眼骑士肖恩的队伍胜利升级，32变34，31变33，啊什么新技能，波涛的战场，天使一支箭，哇老诶。原来我们的奈宝尼那些都还有新的技能的，我们没有用到。全体复原，哇老诶，好像很有用的，好像很有用的招。自我治愈中，绝地封身，哇老，全部都有新技能，我们没有用到。肖恩准备封印，哦哦哦哦哦哦哦。哇哇，刷刷刷，彻底封印你。攻击之力加在你的剑之上了，直接了不啊！看不到，打！我看不到，我的毒龙。所以这是肖恩，他拿着那支打龙之剑，就那里打了过去。哦哦，啊！肖恩死掉了 ！What the fuck？ 肖恩，谢谢大家，为了保护人界，封印毒龙，我很开心。啊！肖恩死掉了，什么鬼？这是封印卡吗？这是封印卡吗？龙焰骑士肖恩，哦，升华马呢？我要啊 ，CD 八。为什么？为什么突然间变到这么感动的音乐？什么鬼东西？现在是 the end， 哇，结束了。这 RPG 太短了。声明本游戏之所以有突变解锁，被黑公司所有部分为狮子作者。OK， 所以这是没有侵犯版权的。所以特别感谢 Special Thanks 阿月陪伴我这么久才有这个游戏。特别感谢，哇，全部都是。Alphabet 数目字，辛苦的测试，特别感谢猴子总是给我很多意见和鼓励，怎么都是动物，有动物吗？只有猴子罢了吧。特别感谢巴哈姆的神魔之塔巴拉版中哎，太快了啦。特别感谢姨妈提供超多漂亮的66 RPG 的抗脚本。特别感谢神魔 Wikia 大友提供图鉴法背图，还有神魔的 BGM。特别感谢众吧友的支持，赞助我的各位啊，不是说准备给 GB 的，什么鬼来的？特别感谢苍山啊，我不是很会念繁体字，我不懂那个叫什么读。最后个谢谢大家看到这里，哎，等，我要去当学测战士了。刚刚好像是有割掉什么字，然后就突然间没有割了，我没有看到，喂 ，Hello。即将返回标题画面，哇！神魔之塔 RPG， 我干啦！我的天哪，我真的有点不敢想象，这么就赢了，这样就赢了。所以如果再走上去的话，就会再遇到一只毒龙。等等，我记得我们有一本非常适合结束的书，所以我们就用那本书来结束掉这个游戏吧。只毒了就会死的书。
What the fuck？ 哎，我干你！哎，为什么只有一个人死？我以为会全体死亡，原来只有一个人死。算了吧，我们的肖恩明明已经死掉了，我们的肖恩明明死掉了，可是还这么还可以走路。OK， 那么各位，咳咳那么《神魔之塔》的 RPG 游戏就到这里结束了。我们下次会继续更多的东西，下次会继续更多的影片。那么大家再见，拜拜。大家再见，拜拜。小恩死掉了。